这是哪家的仙君啊？不过他为什么看着这么悲伤啊？好像千年之前，他喜欢的一个女仙君爱上了妖族的狐王。那女仙君助狐王毁仙界灵山，掀起仙妖大战。他亲手在三军阵前将心爱的女仙君用法器劈得仙元尽散了。那个引起仙妖大乱的女君叫什么？阿姨，我是说她叫什么？免不了跌宕，叫但愿你出现不忘。深情与离别与伤，只叫人百转柔肠。我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，我最幸运的人是我。是阿姨，你化形了？化形？师尊将你和阿姨结了子承气，他不可对你起歹心，不可生妄念，不可伤你分毫。就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。我想过了，你这个人也不是什么都懂，关键的时候还是挺顶用的。阿信，所以我当你什么呀？我真的很喜欢大泽山的一切，想跟大家永远待在一起，包括他，包括我。当然了，我们沈凝寿寿命短，不过我会努力活长一点，这样就可以跟大泽山的师兄们还有你待久一点。我希望阿静永远无限困在那种悲伤。祖母气发作，你是起了与仙气相悖的心，你是想伤害母亲？我没有，我怎么会伤害他？那你可是对母亲动了情？祖母亲好像真的结了，是真的结了，我感受得到。为何？因为人这么多，别走了。谢谢阿姨，索萨。虽然成亲是假的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。阿姨，我喜欢你。我想纵然没有主仆妻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这办法真能奏效。此法定能化解万物一失。为了护那只水灵兽，大泽山要付出心力。值得。他之前对我吐露过心声的，我们曾经也是如胶似漆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有一天，他好像把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都给忘记了。听你说这些，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仙器，是可以抽取仙人的情丝的。所以阿基是被人抽了情丝？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，你的情丝，你可有想起来？想起来了。东华曾推演过，他为你与阿姨结下的主仆妻会有意外，多他日，你的劫难来临，大泽山将为你打击。如此，小神君还要坚持。其实情丝是我自愿被抽走，没想到被你苦苦找回来，挺困扰的。可是有什么苦衷？我们师兄妹一场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们身份差距太悬殊了，没有可能的。纵使我身份卑微，我也不觉得在感情里有谁高谁低一说。我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是，我就是这样。镇魂塔出事了，小师叔要献祭仙元，留住凤影的肉身。要想留住凤影的肉身，需要他的八分仙元，可是如今还差两分。我答应用我一半的灵力换凤影仙元。你已经知道了水影兽的那台红衣族代表是谁，还愿意交换？我愿意，就当做是我还你从禁锢里将我带出来养育的恩情。如果我送过，还有五十年。值得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当年阿姨母亲怀着他时被魔所伤，阿姨后来随行而出时，可她的寿元最多也只是十年。阿姨献了五年的寿元，你在世上有四年多。阿姨剩下的竟然连一年多。既阿姨可以逆天而出，我一定可以救她。我是不是有死有太多的话化神丹，让他直达下军巅峰，寿元延绵。我还以为我已经死了。当神仙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大泽山出事了。我们在天宫便察觉到了大泽山有近神的迹象，没成想半路就遇到了近为半神的红衣，追杀燕霜而起。可我们赶到大泽山的时候，我们来得太迟了。
那是真神之意。大人，只叫人百转柔肠，以何真神以卷之神之子传奇之神。主人不想见你。你知道小神君为何现在不愿意？大泽山覆灭全部都是因为你。他暗通妖族，创造地妖。我明明看到有魔气从锁仙塔中逃出，红衣身上已经没有魔气了，若是用了九头蛇，岂不是会陨身亡死？可其他人看见那样，可你们山主会这么多事，我不信我，你们不应该相信我。阿英与我虽有同门之，但已不过三界过客，我对他绝无偏私之念。在你眼中只是一个过客。阿金，别再叫我阿金了。你后悔吗？后悔吗？或许没有在大泽山境见到你，可是你受到了结局和原因。我风起仙谱，元神竟斩断凝云山断其后路。我要毁掉凝云山。林家，林家，姐姐，我求你，让凝云山对我有尊重呀！不要！我还希望我能够找到你，救出我妹妹。神兽一族就有救了。不管落魄风光，我都为你守望。今生今即可放下，早日有救出世。阿姬，咱们去抢大泽山弟子阿姨，行吗？放你神兽一族，不要！阿姬，林家。我若是能与仙君，我必定是生生死死永不相见。就让这月光把你的灰尘路照亮，有太多的话只想与你讲。